坏苦呢，多串习串习呢，打坐的时候可能觉察的速度就快一点啊、嗯，也没有什么窍诀。你要是忘记了观修呢，你就多看啊，看一看修一修，慢慢的就养成习惯了。坏苦来的时候，及时觉察，让这个贪心减弱，不要随着贪心走。嗯，这是我们修行的重点啊，就是要保持觉照。 要忘失了正念，忘失正念呢，就跟着贪欲跑了，贪欲增长，就是增长贪嗔痴，这个智慧就减弱，就越来越不自在了啊！贪欲增长，辛苦就增长了啊！你们很多人放逸，是是就是随顺自己的业习啊！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，就是享受世间坏苦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持觉照。 啊，也不可能说完全不去，那用压抑的方法来，来修行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业力来了，你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去，在念头取出去转念，啊，因为我们根基太差呀，我们只能在这个五五欲当中去修处理。来修观照，来减少自己的贪着心，在这个坏苦现前的时候去减少这个贪着心，观察到真正的坏苦。 然后呢，就会升起厌离啊，而不贪着。大根基的人，他不是这样修了啊。他在念头起处就啊就转念，贪欲还没有完全升起来，刚起念的时候，在念头起处呢就能够转念啊。就是外苦本身没有问题，而是这个贪欲有问题啊，这个执着有问题，这个贪着心有问题。那我们就是减少他的执着，看清楚事情的真相。 修行呢，就是要看清事情的真正的面目啊。那个时候就真实的业内心，就升起来了。我们就是没有看清楚，总是妄想颠倒，随顺业习啊。你修行呢，就要了解真相，看清真相，然后呢，体悟到真理啊。你不看清真相，你怎么能体悟到真理呢？是吧？看清了真相，就体才能够从真相上体悟出真理来。 事和理呢这是不二的啊，事就是看清真相，就是看清事相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体悟真理，那、啊、就是这个理和事它是啊是相关系的。你真真相没有看清楚，就不可能体悟到真理。以、就是我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正念，没有贪和嗔的话，你的心呢清净的心就能看清真相。你心不清净，就随着贪嗔痴跑了啊完。 随着自己的妄想啊，一想当然、自以为是的去啊理解事物啊，就产生错知错见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越来越颠倒了，增长于痴。